你不交闪，还不交闪？呜呜呜！哎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那不是对他会不对他身体好吗？是不是？你说以前有压力抽烟，那现在他没压力了呀。主要他要么就不戒得了，他又戒了一段时间，他又抽了，这不是搞抽象？是不是？你要一直抽，我就懒得说了。跟我说戒了，又抽了，这。要不咱实在不行，咱一直抽得了啊，实在戒不掉的话。减少一点也不见得就这个对吧，抽烟就一定是会太影响健康，什么时候带他检查一下他又不去。我回去也不说他了，不过他应该在偷听我说话啊，我懒得叫他戒了，我这次都没叫他戒，回去懒得叫他戒了。家伙天天没事搁直播间偷看我啊，都听见了。说的就是你啊，你小子真是叛逆期到了。AQ 哎呀哎呦我操，他没闪，他没闪，可以，那我们助攻。已经借三分钟了，哇，太努力了，兄弟！没事，想抽就抽，其实也还好啊。如果他身体比较好，抽烟其实我不会说他的，主要他这个啊，这个有点毛病了，已经啊。是不是？那要是他这个嘎得太早了，那我不是对吧？没人喝酒了吗？是不是？那我肯定希望他嘎晚一点，是不是？哎呦！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个顺其自然吧啊，开心最重要，开心最重要。什么时候什么的，哇，他这就死了呀 ！AEAQ， 哎呦，我来了。你们好，
哎，哎，使不掉，吸死他 ，A Q W 征服者，啊 A， 啊抽 ，A 啊 E， 啊，可以。不亏的，不亏的，我还帮你把这个塞亚斯杀了呢，很赚的。你没有助攻啊？没有助攻，那也没办法。150块，其实还好，是不是？150和300差100块。哥们又死了呀！跟我搁这玩抽象是吧？没事，我们两个150集齐300块啊。对啊，钻石的，我看他会往哪里上线。啊？怎么没看到？我怎么看到有人？我开了声音都出来了，下4-0啊！这一脚也太痛了，那一脚踹了我800血，我靠！好高的伤害。一脚干碎了我啊，有点小痛啊。这是煞费苦心啊，瑞文值钱了。血赚，这个眼为什么会看不到它上线呢？真奇怪，什么原理？缺失视野了吗？还是熟悉的300块舒服。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。还是先行时吧，一件一件出嘛。猪头放小点，冰个胆。好、啊，怎么感觉是确实大了一点啊？是不是有点挡到那个眼了？然后调一下。哦，刚好。
多少钱？是三百，应该还是三百。没看到多少钱，一闪而过。大我也没看见。四个人。Q 出来感觉杀完了，配这个凯旋。哎呦 ，Q 不出来呀、啊！什么 CD 没好，差一点点。不能先 Q， 我就是先 Q 的呀，我先红怒 Q 的。CD 接着 Q 出来，这我哪来的 CD 血？咱也有塞拉斯的，说错了，应该是塞拉斯有凯隐的大，而且是红凯的大。呜呼，下子有点肥呀、啊！妈，他带个焚天，不会单能单杀我吧？坟地还不假鞋，那装备有点太好了。不行不行，根本顶不住啊，这盲僧踹人太痛了。我乱串。我的我的我的，带节奏了。直接串上去，不该串上去。就是塞拉斯什么的打我太痛了，也能补伤害。打不过那么多人，上波是唯一的机会。上波如果能够把他们杀了，我再发一波，就能打很多个了。这瞎子的那个战斗力都跟我差不太多，比我还强一点。随机起来了，还抓不到。我想看能不能红怒 Q 配个点火把他给做掉。浪费点燃了，去小龙吧。那么瞎子，你看瞎子好像死了，那不用去了。洛玩的很好，一直在游走，也都干到事情。
他是勾引我，后面一堆人，后面三个人出来了，不跟他打，不跟他打。我没除了上路也没地方去、啊。如果两个人，他这是什么操作？这波有点抽象了，看来是有点着急了，队友的劣势有点止不住啊。这是 bug 吗？他怎么被我咬住了还 A 出来了？我他妈再看下路，我被塔打了好几下，这是不是 bug 啊？我都咬住他，他 A 出来了。我在看那边能不能杀掉盲僧啊，很着急。他要出什么？他是应该是要和血手吧？我来个破盾的。他怎么窜到那边去了？应该这个东西是血手，他不出血手还能出什么？挺进不太可能。黑切，哦，黑切，我是我看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他已经出过黑切了。没事，这个单挂也有用的，他这个也有盾，这个也有盾，这个也有盾，这个也有盾。
前一波了。哎，拆塔拆塔拆塔！把猫咪拉下，不然猫咪要扛塔。不是拆塔，没让你架狙啊，哥们儿。哎，不拆塔吗，兄弟们？拆塔不拆塔吧？那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，这个时候猫咪是下来拆更快，还是站身上加攻击力更快？我感觉应该是下来拆会更快一点吧。啊，